Going Pilongzang, yay! Hi guys, so today we're gonna go Malaysia. And this is the place. So right now it's 11, so we're gonna leave. Pilongzhuang，这就是铁笔神上挂中挂，一眼能断山外山。刘顺兴号白玉书，是爷爷，我是爷爷的白玉婷。 现在我们在万宁庙南一块火炭，放在万宁上，一个。这是白礼亭，我们也要走三圈。现在我们要走一品楼，我们也要走三圈。 从一品楼，我们可以看到双重山。这是状元亭，我们要走三圈。这是一年桥，我们要走三次。现在我们要走健康道。 这是星光大道，我们也要走三圈。我们现在要去龙门喂鲤鱼，进龙门生下白屁，再来凤庭数钱，越数越有钱，我们也要走三次。 是金钟门，现在是那个哨平桥。第一是延寿井，第二健康井。 第三平安井，第四丰收井，第五发财井。去你的身上的地方冲凉，我是老鼠。一勺水，我要说心想事成。 我们现在要吃皇帝餐。我现在要添粉、添醋、添醋。最后一口饭，我们要说要什么有什么。 A pretty sky. 大剑太子的四爷爷，我们一定会治啊！碧龙庄，快来！